哪里玩？我不知道哎。那我们用上网查查看吧。你们快过来看，这还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哎，叫台湾麻薯馆，是一个观光工厂。观光工厂是什么？工厂就是做东西的地方而已吗？观光工厂不是工厂啊，它还有具备观光的特质，里面可以 DIY， 还有专人引导服务，是可以边学边玩的地方啊。好特别哦，那观光工厂跟一般的工厂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有啊，他们采用的方式是体验行销，跟一般工厂都不一样哦。体验行销是什么？体验行销是客人参观观光工厂后产生的消费行为，增加产品价值啊。那我们就去台湾麻薯馆玩吧。好啊，好可爱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有看过简介，那是台湾麻薯馆的公仔。好可爱，好想带回家当宠物哦。你卖迷茫啊，走吧，我们进去参观吧。好啊。是我们工厂的特色哦。那现在可以进去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是要事先预约的。啊，好可惜哦。那我们下次来之前一定要事先预约。好啊，欢迎你们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麻薯的制作过程影片呢。机制游戏耶！哇，这里有卖好多东西哦，它可以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吗？你确定还要继续吃吗？算是无限量供应，但食材要顾一下吧。可是我们都来到这里了，我们就尽量吃吧。耶！发现观光工厂的经营模式跟路边的好像不一样，怎么说呢？因为路边的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更吸引人，而且价格更便宜哦。可是你不觉得麻薯馆的服务人员态度比较亲切吗？对啊，而且如果以服务品质五个面来分析，我觉得他们的保证性跟有型性做得最优秀呢。那有哪些例子可以证明呢？在保证性方面呢，就是说他们的食材啊、产品啊都有通过两项认证，一个是 ISO 22000，另一个是 HACCP。而在有形性方面呢，则是说他们的馆内装潢啊很漂亮，而且服务人员穿着也都很一致。最棒的是无限量免费供应，你看明明都吃成这样了。可是我觉得他们比路边摊还贵耶，如果有会员卡或是学生优惠就好了。而且这个地方没有公车站牌，如果有接驳车就好了。那我们下次就开车来吧，这里停车场很大。好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明。这个状况呢，一开始我们都不太专业，然后也遇到了很多瓶颈，还好有两位专业的指导老师来指导我们，这份报告才可以顺利的完成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台北迈向下一步，加油！嗨，我是曼曼。从这份专题中啊，除了学到很多以前没有学到的知识，然后还有学到更重要就是团体精神。团体大家帮忙之后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可是大家都一起努力解决，然后真的很高兴可以做这份论文，还有谢谢两位最辛苦的指导老师，然后大家一起去台北玩吧，耶、yeah! ！大家好，我是波波。虽然刚开始呢，我们在这份专题中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力，然后也被老师骂了狗血淋头，很想放弃。最后加入了两位成员来帮助我们。同心协力完成了这份美丽的成果。那在中间呢，也学到了很多事情。未来也请继续加油。然后要感谢两位老师的帮助还有指导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Q 六。我做的做专题呢，短短的几页，却要花很多的心力。虽然就是做这个资料要了解很多，然后发问卷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但是。我们还是勇敢的克服了，然后谢谢老师的指导。我是 Q 宝，在这次小论文中学到很多东西，最重要的是团体精神，然后和队员分工合作，为这份小论文找更详细的资料，尽最大的心力。然后谢谢两位辛苦的指导老师，为我们的小论文。
美。